哦，来，白龙穴这支片吼，我感觉若无拍出来，真正对比我家己，唔但是即马巴肚咧要三小哦。我就想讲买只四小啊转来啊，哦，这腰瘦好食，这个吃起来很像那个柴鱼干，然后那个它是鱿鱼，要把它切成像柴鱼干那么薄，吼、哦，食着起来真赞。白龙穴来大口嚼，恁看，因为这拢是废片的啊。哦，真好食了。看这什么开直播，还什么冻袂掉。叫我今个去买迄种，哎呀，零食开箱就买很多啦。哦，啊，这个东西真是好吃，一包装装唔得几十块也袂记啊。但是记得着，哎呦，今天有咩过期啊？我无啊，2020年，记得零食不要吃太多。Best， 哎呀，真好食呀！你这样一口接一口哎，听得到。而且这个那个分量还蛮多的，哦，你看我真济呢。我都已经我食一半呀，我才想向这派分享同学。我全部拖出看下者。哦，要是这个够像个耳朵内底捏出来的物件，来。觉得很像那个从耳朵夹出来那个东西的夹衣，哈哈。为什么感觉鱿鱼片个切成安好食的？听到，拿来翕这个废片试食啊！我看看全世界，怕这废片食物件像白龙蟹这些主食食的人可能干我俩，伤废了，你看。哦，要死喂！这个真的好吃。哦，很爱啉烧酒啊吼，要这样吃吼，一定真爽。我今天一罐买40几块尔，它这个分量这样是真的算多了。啊！哦，真正一口接一口，只要留一个，我卖完一个助理食。他很喜欢吃这个臭车的东西啊，嗯，对吧？这以后我会当个买个炖的，当做那个以后宵夜定期要吃的东西。好，废片结束，拜拜。看一下特色，好，现在做成个耳仔夹出来哦，这地好，这地上成个耳仔夹出来，来认同的加一，惊到。